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图画。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《十字街头之逃亡之路》。我们的主人公呢，叫做李长健，是一名机械厂的技术工人，为人忠厚老实，也颇受领导的重视和员工的喜爱。他的妻子祝娟呢，是一名善良的家庭主妇，现在过了身孕，夫妻俩感情也很好。另外，李长健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母亲。李长健从小跟母亲一相依为命，走到了今天。一家人相处的其乐融融，虽然说日子过得比较平淡，但是呢却温馨也充实。可是这一天，一场意外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。你们看看差多少，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，一个个都吊儿郎当的，以为自己都能耐了是吧，现在都成师傅了啊，拿去重做。哎呦，赵总你好。好个屁，你看看这图纸上面是多少尺寸，2毫米啊。那你做的是多少，2厘米。像这种低级错误也会犯，2000人东西全部报废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工资全部扣光，奖金也扣光，组长也别干了。这工资全部扣光，奖金也扣光。喂。喂，老公，下班了吗？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啊？啊，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定到，一定到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样？哎呦，哎，妈，回来了，吃饭。妈出事儿了。你这是怎么了孩子？我撞人了吗？撞人了。哎呦喂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也不知道我当时我就怎么撞上他了。我哎呦，你撞得怎么样啊？那人现在在哪？反正挺严重的，你看我身上流的血都是他的，我真是害怕极了。我就把他放在医院诊室的门口，完了我就跑回来了。问问你当时怎么说的呀？我说我回来拿钱，我有车险。对，我车险在哪儿？我在找保险公司啊。行行，妈，这怎么去年的呀？今年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赶紧打电话问问娟儿。喂，娟儿啊，今年的车险单呢？我忘交了，我明天回去交啊。什么？你还没买啊？哎呦，你真的吃香药了你？我警告你，李长健，你要现在气到我肚子里的宝宝，我让你……孩子，听妈话，出去躲几天。哎呀，你是傻呀？啊，你把人撞死了那是要偿命的，就算是治好了，人也得讹你一辈子。你要跑了，你和娟子怎么办呢？她还怀着孕呢。孩子，妈，你别怕，就算是警察来了，他能把我一个老太婆跟一个大肚子能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快逃命吧，快走，去收拾东西，快走。我先收拾收拾。快点。刘队，这是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，电瓶车驾驶员开到了机动车道里面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，所以这起事故双方都有责任。好好
发地点和医院的监控录像、肇事车辆车牌号查到了。哦，李长健，师傅，你认识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你们找谁呀、啊？李长健在家吧？不在不在。那我们进去看看成吗？成，请进吧。健哥，你们找他干嘛呀？李长健是您儿子？是啊。昨晚他开车撞了人，把人放到医院就跑了，现在伤者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师傅，打个电话。喂，妈，是我长健，怎么样了？什么？人死了？警车都找上门了。啊，我，哎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都听您的。那你和圈子都要保重啊。我呢？哎，你站住！娟儿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了，妈？不得了嘞，咱们长健出事了！长健出事了！哎呦，你别来回走了，行吗？妈，他现在手机都关机了。您到底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？啊，妈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，他不能就这么逃了呀。哦，让他回来去蹲监狱去啊！你说你们买的那车，我这成天家为了你们就是提心吊胆的，他晚回来一会儿啊，我这心就是六神无主的。你说你还不给他交那保险？妈，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你说他要是逃了，我们这个家怎么办？我和孩子怎么办呀？天塌下来我顶着。事故发生后，在家李老太听说儿子撞了人，也被吓坏了。作为法律无知的他，怂李长健先出去躲一阵子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那么李长健也真的逃跑了。根据我国的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0条规定，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毁坏、伪造现场、毁灭证据的，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，应当负全部责任。所以说李长健此刻应该负这事故的全部责任。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规定，被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司机，无论事故的后果大小，都应该由交管部门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，并且终生不得再重新取得。同时按照我国刑法第133条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呢，肇事后逃逸的属于法定的加重情节，那么伤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的，可以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现在被撞伤者已经死亡了，死者家属非常的气愤，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长健的。开门！开门呀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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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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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谁让你跑到人家里来了？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家把我老婆给撞死还跑。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是像你们这么堵在人门口闹，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们警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案的。如果一旦闹出什么问题，你们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们当时要负法律责任的，那他呢？撞死我老婆还跑了，就不用负法律责任的吗？你们做警察的也要讲道理的。刘女士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主要是你们这么闹下去，你觉得问题能解决吗？肇事司机他就能回来了吗？警察同志，就拜托你了。好了好了，放心吧。行了，大伙儿都散了吧啊。你这样把那个司机给撞了。
婶儿，李婶儿，是我，大刘。大刘啊，你们怎么不早来会儿啊？他们家来了好几个人呢，你说这要是常年在家，还不给他打死啊？妈，给大哥喝水。谢谢。喝水。娟儿，李婶儿，你们知道常建他到底跑哪儿去了吗？不知道啊，直到警察找上门来啊，我才知道闯大祸了。其实啊，这事我们已经了解了。本来这事儿啊，死者马大双也是有责任的，可是谁让常建他跑了呢？这他就要负全责。你也知道，交通肇事逃逸是犯罪行为，触犯了刑法，是要被全国通缉的。啊，犯罪还全国通缉？大刘哎，他躲在外边是怕回来挨打，你得帮帮他啊。李婶，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帮他。大刘啊，你看常建呢，打小就把你他当亲哥哥看，这回给你添麻烦了啊。这样吧，如果常建跟家里联系了，让他尽快自首吧。自首？那你还要抓他？不，抓和自首不是一个概念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让他赶紧回来，这样法院在具体量刑时会酌情轻判的。还法院？你这是还要把他送进监牢啊？啊！你个大刘啊你！妈，你别管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帮他，你就留下；要是再说这种话，你不给我出去！李婶儿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在救他，不是害他呀。如果他一旦被抓住的话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你给我出去，别这烦我了。好，你行行行行行。大哥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认识上间家属啊？难怪您不让我跟着。这事儿你可不能徇私情，你说您都干了那么多年了，要弄个晚节不保什么的。我的常建呢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。妈，你大刘啊，他这个就是没良心的东西。妈，不是他就是不肯帮咱们呐，我怎么办？妈，您这事儿你也不能怪人大刘哥呀，您就听他的，您要是知道常建在哪儿啊，您就赶紧让他回来啊。回来？回来干嘛呀？啊，回来进监牢坐牢狱去啊？要是那么着，我宁愿他躲在外边。妈，妈，妈。哎，回来干什么呀？哎，快回来，来来，李婶来了。李婶，来，大刘啊，李婶告诉我说，出事的时候呢，怕他们家属来闹事儿，所以让常建出去躲几天。怎么这一躲就变成犯罪了呀？妈，这事儿我已经跟李婶说过好几次了，常建是肇事逃逸，这是犯罪呀，他只有回来自首才能争取家属的谅解，或许在量刑的时候可以减轻处罚。他一直这么跑着，我也没办法帮他呀。大刘，我们常见他可不能去坐牢啊！你看他媳妇现在又大着个肚子啊！你不是说过要争取他们家属的最大谅解，我们常见就能减刑吗？啊？那我们陪他，我砸锅卖铁，卖房卖车，我们都陪他，行吗？李婶，民事赔偿是民事赔偿，常建他触犯的是刑法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孩子，看在咱们多年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，替我们求求情啊。再说那常建跑出去是我让他跑的，要是犯罪也是我犯罪啊，要坐牢那也是我坐牢啊，我替他去坐牢行吧？啊！哎呦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李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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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，李婶啊！李婶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是这是法律呀、啊。
你也听大刘说了，要争取马大双他们家属的最大谅解，就咱们常见能判得轻点儿。我今天给刘亚辉打电话了，他说要60万，你说咱们哪来那么多钱呢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要先把咱们这房子。娟儿哎，妈实在没有别的法儿想了，就算是赔也得等法院判了以后咱再赔呀、啊、你说我们现在把这房子给卖了，咱们两个住哪儿去啊？那你先回你娘家住些日子。我只能住一阵儿啊，我也不能一直住在娘家呀、啊、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孩子都5个月了，我爸妈身体又不好，常见的事儿啊，我都是一直瞒着他们的。娟儿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要不是你去年催着他买车，又忘了交保险，哪至于招着人急去呀？娟儿。妈不该说那些话啊，不哭不哭啊，哭坏了身子对孩子不好。妈呀，都是为了你们好，你说妈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年呢？这房子现在没了，以后攒钱再买，只要咱们常见能好好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几个，李长健，李大哥，表示，你干嘛？哎，大家好，都是自己家兄弟啊。嗯，有什么事只管说，谁不听话告诉我。嗯，好不好？要多关照关照李大哥，知道吧？知道。李大哥，以后你要有什么事，一句话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信得过你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，歇着吧，啊。傻子怎么样啊？他还在睡，睡起来把针给他打了啊！大哥，昨天我说打，你不让，时间拖久了，让他发现不对劲，跑了怎么办？你他妈脑子有病啊！打一针管用吗？能他妈上瘾吗？咱们是让他给死心塌地的办事儿，懂吗？大哥，这你也太小心，像这种大地还是盲流，死了百大街都没人认识。咱们是做什么买卖的？白的，刀尖上的生意，不得他妈小心点啊！我想回去看看。回家是吧？哎啊，别着急，回家啊。哎，这待会儿，您看，来都来了，好好干，前途无量的兄弟。
要报警。逃亡在外的李长健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很是辛苦。原本以为这次遇上了贵人，但是偷听他们说话，他才发现那次遇到的是一伙贩卖毒品的组织。李长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还是选择了报警，直接不法之徒获得了应有的惩罚。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，无论数量多少，都能追究法律责任，予以刑事处罚。这次遭遇让李长健更加感觉到了家庭的温暖，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患有身孕的妻子和年迈的老母亲。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家看看。你找谁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敲错门了。事儿啊，都是你帮他的，这回你也不能袖手旁观了。妈，这是两码事。你是李长健吗？是啊。你被逮捕了。老板，我下次一定好好干。你看你当初过了什么，我就不同意打这个主子啊！整我总务干部了，还想给我全部养死。你看把东西收拾好回去了。我求求你了。老板，你别让我走，我能干的。这可是程建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啊。就别说这个了。娟儿啊，嗯，你心里是不是特埋怨妈呀？你不知道啊，程建3岁的时候他爸爸就生病去世了，这么多年呢，我们母子是相依为命，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好容易熬到他结婚成家了，你说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看着常建入进地狱吗？妈，你觉得常建逃在外边能过得好吗？他过得再不好也比蹲大牢强啊。再说他有技术，他能养活自己。行了妈，你快睡去吧。
好好歇着啊。娟儿，长姐，长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日子你跑哪儿去了？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把电话被警察跟踪，不敢跟你们联系。这段日子苦了你跟孩子。没有。对了，我们家的房子是不是卖了？卖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我怎么没有？哎，长姐，长姐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们去自首吧，好吗？我们去自首。对啊，跟谁说话呢？哎，妈，我马上就睡了。这个是我的临时号码，有什么急事联系我。哎，这些都是我给孩子买的，快拿着。这孩子出去已经三月了吧，在外面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的呢。你李婶儿和常家媳妇找我好几次了，让你给帮帮忙，求求情。哎，你不是有那么多的领导，你就不能帮他们找一找？妈，这是法律呀。我不懂法律，别吓唬我。我再去做工作，再去做工作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搬了新地方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怎么着？想赖账啊？不是，谁想赖了？我们不是在筹钱吗？少来了，筹什么钱呢？啊，那钱呢？钱呢？你逼命啊！啊，上次给你的钱我还是卖了房子卖了车的呢。行了，我不管了啊。我们家大庄走了之后，我们家现在你看看成什么样子了？哎，你老太太将心比心，你那逃跑的儿子要是被车撞死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你说话积点德，我怎么不积德了？我要不积德的话，我就天天诅咒你们家没一个好东西，不得好死。哎，妈妈妈，你不是我弄的啊，不要讹我啊，记得给我还钱。妈，常健，妈，娟子告诉我说你病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妈，我不想离开你呀。傻孩子，妈，我不想再逃了。这些日子我天天晚上都梦见那个被我撞死的人，还有你和娟子。再说了，警察不会放过我的，我都不见得在外面躲一辈子了吧？你不知道我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，这几年我是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妈，知道孩子，妈知道了。可是孩子，你不能在家待着。
妈，那边天快黑了，你就让长健待一晚，明早再走吧。怎么了？还不睡？没事吧？习惯了，这些日子在外边没睡过一个安稳吃馒头吧你。嗯，来，李婶儿，听说您病了，我来看看。没事，老毛病了。常见有消息吗？是刘大哥。没有，电话都没来过。李婶儿，我已经多次跟您说过，如果常健能回来自首，法院一定会酌情轻判的。可是，一旦被公安部门强制性抓获，这结果不一样了，性质不同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您看，常健这一跑都快三个月了，你们在家里也是担惊受怕的，这两头遭罪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我乐意，不用你管。李婶，就算您不考虑常健在外面受罪，您总得考虑考虑娟肚子里的孩子吧。在外边受罪也比蹲大牢强。李婶，您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？我执迷不悟啊？你别忘了，当年你爸生病是我拿出来的钱给他动的手术，还有我这受伤的胳膊啊，那一板凳可是冲你脑袋砸去的呀，我一辈子没后悔过啊，你别逼着我后悔。李婶，我就是想帮他，我才多次过来劝他自首的呀。你帮谁呀？我就闹不明白了，人家家属都说赔了钱就私了了，可你们公安局呢，不但不帮我啊，还纠缠着我们不放。你们想升官想疯了吧？李婶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别生气啊，师傅。哎，原来你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呀？哎，师傅，刚才李婶说她那条胳膊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得罪了镇上的流氓，结果被他们一帮人追着打，正好李婶路过，她拼命的护住我，结果胳膊就被他们打成了粉碎性骨折。你给我走，妈，快走！干什么呀？你快走呀！干什么呀？大刘可能看出什么来，你快走吧啊！那娟儿把东西装好拿出来。妈，我不想走嘛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真的不想走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走，我就一头撞死。你别这样行不行，妈妈？走吧，孩子，走吧，娟儿，快点，听妈话，走啊！来，拿着，听我啊，快走啊！
那你们给我保重点。喂，你们先睡吧，别等我了，我值夜班。好了好了。师傅，这人已经逃了，你都报派出所了，就刑警队的人对他。咱都等了快20个小时了，他要自首的话早就来了。你要累了你先回吧，我要等，就当是还个人情债吧。其实我早来了，我就是没敢进来。没错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刘大哥，
我能不能有个请求？说，能不能让我在你办公室里睡上一觉？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，李长健最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他决定去投案自首。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，对自首犯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。在李长健是交通肇事之后呢，把伤者送到医院之后才逃逸的，而家属积极做了最大限度的赔偿，也获得自家属的谅解。而且李长健还有自首情节，最终他被从轻处罚，判处了有期徒刑5年。另外，故事里面呢，李老太太的包庇儿子行为呀，也构成了包庇罪。根据我国刑法第311条规定，明知是犯罪的人，而不惜提供隐藏的处所、财物，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在交通事故多发的现代社会啊，我们要提醒一下广大司机，开车呢一定要理性，逃逸则是害人害己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因此，勇于面对承担责任，也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和解脱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图画，再见。